12月14日，霍思燕与老公杜江、儿子昂恒亮相某活动红毯，她身穿一袭蓝色低胸吊带碎花蛋糕裙现身，戴着黑色项圈，露出精致锁骨和纤细身材。杜江和昂恒则都穿着白色衬衫和西装西裤，打着黑色领结，一家三口颜值都超高，备受关注的昂恒可以说是焦点了。被爸妈抱着拍照时，对着镜头比剪刀手，非常可爱。当晚的她还显得有些游离在外，不时张着嘴望着某个地方，没事摸摸头，偶尔再打个哈欠，呆萌十足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听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